这么，哇！嗨，这个是干枯老的史莱姆。Oh my god， 它很配我衣服哎！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影片？这就是它的史莱姆。我两个礼拜没有动它哦，原来是新史莱姆。好臭！在这影片开始前，希望你们可以花五分钟为我的桌子默哀。这个影片将会是我最后一次用这个桌子的影片。等下我就要去 IKEA， 然后买一个桌子。今天就是要来做起泡脚，因为我在网上看了一支影片。我到底在凶什么？我找不到影片啊！我就很好奇，世界上真的会有人可以起到这样大的泡没有？我觉得是没有。我觉得应该是作假的。Anyways， 今天我打算做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起泡脚。不是世界上最大，可是是最大的起泡脚。我连桶都准备好，我打算把那个起泡脚放在里面，满盒。如果做不好的话，就。不在乎。他家水边雪，多少岁？也加多少岁？加完了。史莱姆是不会浪费的，因为我会拿去买，所以记得去买哦，记得哦，你没有买没有关系的，真的没有关系。它是加卸妆水，可是 anyways， 这是我妈妈的，反正她十年都没有化妆，所以 what？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是一个包装哎。Anyways， 也是时候加一点色素。由于我家里没有色素，所以我妈决定用品德的色素给我当色素。我没有意见，因为是非常有创意的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弄史莱姆了，好像200年没有弄史莱姆，因为考试200年没有做运动，然后就变肥又丑又没有钱。跟你们分享一个很痛的故事。我考试前一天的时候，我考最后一科的前一天的时候，在半夜一点读书读到很累，然后呢我就去厕所冲凉，然后我在进厕所的时候，我就冲到一半，突然间我就在地上，对，我在厕所地上在冲凉，180度倒在地上，然后我就死了。
Just kidding。然后我的手非常的痛，麻痹了，两个手都麻痹，然后我身体也是很痛，然后我就起不到来，然后我就躺在那边，冷冷的冰雨砸在我的身上。我就躺在那边十分钟，起不到来，然后那个雨就一直，不是雨，那个水就一直喷我，然后我就躺在地上，这样子喷我，喷我，喷我。Anyways， 我只是要讲我的手现在很痛，所以我不能太大力的嚼史莱姆。好黏啊啊！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起泡，起不到我就会作假，然后我就会被送去监牢，所以我不会作假。有点难耶，起泡。哇，这东西好难啊。我起不到。我放弃。OK， 由于我刚才失败了 ，Oh my god， 我头发是不是很好看？失败乃是成功之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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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失败乃是。开始吧，主要我把我头发绑起来是为了加牙膏。I can show you the world。 这个没有啊，突然间找到这两罐东西。哇，这是我200年没有用过的东西。这个水我的它很贵。好漂亮啊。Anyways。Waterproofing relighting facial foam， 你值得拥有。我胶水已经被我用一半了，它被我用完了已经。要成功，不成功的话，我就睡觉。Good night to you, good night to me。我们来起泡吧。
重啊！哇！哇，小超大炮，这样大 ，Oh my god！ 啊，可是我要累死了。事实证明，我们是不可能像那个影片这样子起这样大的炮。即使我分量一开始比那个史莱姆多，可是我最后还是不能这样多。所以我、oh. 好热哦，我特地关了我的风扇。呜、哦、呜。起来大炮，起来大炮，我手就会死掉。现在起完炮后是五瓶的分量，这五瓶我都会在我妈妈的店买，所以记得去买哦。不买也没有怎样啊，真的没有怎样。